这波确实不应该啊，确实是不太应该。来把剑磨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把我的小翅膀拿出来。贪婪了。我将收割他们的指纹，我将剥离他们的生存意志。多出来个炸弹嘛。我寻思地主牌不咋地呢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也不要，我寻不要，那应该能出得去，差了一点点，啊，差了一点。全军出击！看到我的剑刃了吗？死亡在等你。标记一下。咱们这把打个螃蟹，先插个眼儿吧。我得把窗户打开，要不然这光照不到我的脸上，有点黑，是不是？这不有点黑？我像个恶魔，不过比较尖酸，是吗？你知道，毕竟我是把剑的。小螃蟹，上来放E。啊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哎，一刀扣一二连接走。扣一下，二段扣一，这兵，这火蓝怎么跑那儿去了呢？先扎一刀，扣一二连打骸骨。这波链儿不着急啊，我们要打能打他一套是最好的。好，扣一二连接打不留住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一过来。扎一刀，哎呀，这刀没扎出来，有点伤，扎他一刀。看来只能一段扣扣得到他了。链儿，也别捂近战兵啊！我就扎你，我指定扎你。他们家是皇子来了，把药吃了啊。无畏战车是吧？链柱，这个链居然没从中间穿过去。这个扣E没扣E好。这个扣一扣一好了，能打他半管血。还有补刀，一段扣，二段扣一，三段扣。好，木木来了，我没技能啊。俺俩杀的好像费点劲呢，要我说。等会儿，对，我把兵清了，你稍等一下啊。还行，一换一这波不亏。我们血钻小光头薛飞是有点亏了一点点吧。这波我就不回家了，这前期回家没啥意义，说句实话。我直接死这儿了，我直接死这儿，我还能回家吃点装备。
他能有点时间买装备。哎，正好死这儿。收完兵，快速回城。呀，这螃蟹也升六了。等一下技能啊。来一段扣一链柱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拉回来了。我要打算了。啊，现在只要练我一段扣扣到他就死了。你打得过我吗？打一个，扎一刀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不着急打他啊！一段扣，二段扣一，我先扎一刀。回血，这螃蟹一会儿来他还得死。因为我大好了，他这边没大，我有大，只要黄子不来我再杀他一波。他以为他能打得过我，但他不知道我有吸血。差一点点，薛微有个炮车在那里打我，这炮车给我打了挺多伤害的。哎呀，我技能都没空，我技能都是重的，但是就是血稍微有点少了，差一丢丢。这也没给多少血呀，这也不吸血呀。Shut down。这死亡之舞不无敌了吗？让我踢干净你的脊梁。你这你不上去杀他，还在这打蛤蟆？蛤蟆啥天不能打呀？你说，赶紧上去把这螃蟹杀了多好。他居然不理我，把蓝 buff 给我吧呢。哎，对，把蓝 buff 给我来。
我们继续待在这里。你俩能打过我吗？这家伙打了个五五开呀，跟他俩。你干啥呢？完了，他医好了，给我背回来了。没事，这应该能杀。我不回就好了，给我背回去了。完了，我的一血塔没了，让小光头给我拿走了，这就有点讨厌了。不行，得要黑区。还是得要黑区，有点脆。先来个布点还搞个黑区。马上到啊，坚持住兄弟们。好的，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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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杀火蓝啊。我扎，那我俩走位呀，这近我一下没碰吗？我应该碰他一下好了，我没有助攻，我这波寻思拿个双杀。你那不有蓝吗？都有蓝你还要啊？真是。老弟呀，这个惩戒有点烦人。往右边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。这可有点讨人厌呢，这火蓝可是挺烦人的，我这一看呢，为啥这么烦人呢？别我扎着你啊！这里边居然有眼儿，没想到啊！我扫一下，看看这火蓝搁哪。哎，在这等着个进啊，在这等他。这是你的赦免。啊，不知道我搁没搁里头。那这玩意儿打着没有声，没事，在这等他。啊，根本不知道我在没在里头。他也没带什么征服者之类的，又这又那的，没事，他不知道，他知道个屁，他知道，他上哪知道去？那小兵都没打我，他上哪知道去？敌不动，我不动。
有声吗？哦，打中有特效啊。啊、哦，没事，我不动，我看你来不来，我就在这一待。他不来了，他决定耗不过我了，他跑去中路去了。那你去吧。打你怎么十一级了呢？兄弟们，救一手！你也打不过我呀，你这有虚虚吗？先杀刀锋来 ，ADC 没伤害，没事。这有队友的。算了，清兵吧，还是别打这蛤蟆了。啊！好你个小布隆啊，我以为你要帮我打野，没想到啊你是要给我打野呀。这不挂机，这挂什么机呢？各凭本事啊。我来了，哟呼！给个男 buff 啊，让我扎一刀。肖刚，嗯，得练住。你要上啊？这不好上吧？这这身上黄人像挺奇怪呀、啊、我这他咋不来了呢？这地方谁插的眼儿啊？我得去打波团战了，天神下凡，哎一下呀，哎哎呦嚯，这螃蟹
来个幽梦。给我聚了。耳机挡无了，你不老嫌乎我平时声音小吗？我寻思。不是老寻思他声小吗？锁死你。玉溪卢本伟，哎，锁死你。行。哦，将付出痛苦的代价。其实对面的阵容玩个王八也行，主要就是这火蓝辅助有点烦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把这王八就没玩上。我操！抠闪 A 一刀致命点燃 ，A 一走 A 接点燃一个抠，二段抠 E A 一下，三段抠扎一刀 W 住 A 一下，再 A 一过来平 A， 这玩的挺肉啊，这螃蟹。我发现这螃蟹出完大冰锤可真是挺幼啊。走那走不了，我得来波一打五。太垃圾了，这他妈的，这杀了十七个剑魔，连五个都打不了，连俩都没打了，真是不太行，这英雄该加强了，确实该加强了。阿木木出反甲科技枪，阿木木是不也能上高地？阿木木啊，他蓝不够用，这英雄阿木木缺点蓝，那咋办呢？带征服者气定神闲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黑科技啊，黄纸干啥呀？送蓝，我炸，还想抢人头？那万毒归宗不行，那万毒归宗得跑。也不行啊，他那螃蟹挺烦人的，先把螃蟹杀了。
哎呀，我的帧数不行了，我这40帧。哎，我电脑不行了，我电脑不行了，我电脑不行了。这兵太多，人太多了，直接给我干成马赛克了。我一看这帧数有点低，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啊，我打魔兽世界的时候，我20帧在这打副本，这太猛了，真的回回20帧，我以为是正常的呢，你知道吧？以前没有钱，一共我就一台电脑，一直用了好几年，我以为是正常的呢，就一整就马赛克，你说也不是马赛，就卡着玩儿，你知道吗？就一下卡一下，一下卡一下，就这我都把死亡之翼给涂了，尤其是打那死亡之翼，那个卡呀，那能给你卡死都。不叫，我一对 PPT， 我一边。